正折扣18%，促销已开始，赶快到 Harvey Norman 分行或浏览 Harvey Norman 的。988聚焦东盟。进入11月了，欢迎来到11月2号的直播吧聚焦东盟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Cynthia 新蕊。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，全球的新冠肺炎的整个形势又在迅速的有变化。美国呢，单日的这个新增的病例是直逼10万宗。在法国、德国跟英国也宣布了二次封城，西班牙也是再度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。那为了减少疫情跨境传播，中国现在是决定要收紧入境的政策，从之前的5个1政策到航班熔断措施，到3天内提交核酸阴性报告，最新的一个政策呢，就是必须在48个小时之内提成双阴性证明。那到底什么是双阴性证明呢？首先，在登机之前的48小时内，要先到大使馆所指定或是认可的检测机构做一个核酸检测，证明你现在没有携带任何的病毒。同时要做一个血清 IgM 抗体检测，两项证明都呈阴性之后呢，就再到大使馆那边申领带有 HS 标识的这个绿色健康码或是健康状况声明书，整个程序才算是完成。而当局所规定的48小时有效期呢，不是从这个报告出炉的时间算起，而是你在采样的时候就开始计算。举个例子，你乘坐的是11月6号的航班，就需要在11月4号的时候进行检测。如果说检测采样的时间是11月4号的上午11点，那么有效期呢就是到11月6号的晚上11点59分。那就算你在途中是需要中转的，也一样是在出发前的2天之内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手续。那中国驻各国的大使馆网站呢，是已经陆续的发布了通知。目前看到受影响的地区呢，包括了30多个国家，多数都是欧美地区。而在东盟内呢，暂时看到是4个国家，包括我国马来西亚11月8号开始实施，印尼、泰国跟菲律宾呢，就是从11月6号到8号开始。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期间会突然间宣布收紧这个入境政策呢？有可能是跟新疆喀什的这个最近爆发的疫情是有关的。因为呢，几天前当地就出现了上百宗无症状的确诊，目前是已经封城。而有专家就认为这波疫情呢是境外输入所导致，所以政府才会颁布新的入境政策。不过呢，这个新政策是让很多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感到很头痛，甚至呢是放弃回乡的念头。原因是双阴性政策呢还是不容易实现的。你想看，48个小时内要完成双检测，加上申领健康码，再加上一般的登机手续。如果说是直飞航线的话倒还好，但需要中转的话呢，48个小时真的是太难了。这个就是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改变之一，而其他的变化呢，就包括了大家的上班模式。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员工在疫情爆发之后呢，就被安排居家办公，但是在家的时间待久了，有时会觉得很闷嘛，所以很多人呢，就会开始想要换个环境 work from home。像新加坡日前就出现了几个竖着的半透明长方体的箱子，就引起大家的好奇心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提供民众租来办公的共用工作舱，平均可以容纳1到4个人，而里头的这个设备呢，就包括了简单的桌椅啊、WiFi、充电插座，还有蓝牙扩音器等等，都是你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的基本配备。而价格方面呢，就是每小时3.5块新元，换算马币就是10块钱。那其实不少的地方的这个酒店呢，之前也是纷纷推出了酒店办公的配套，价格呢是从1整天15元到200元之间，也就是介于45令吉到600令吉不等，是吸引不少人前。有的酒店呢甚至平日都大爆满哦。那不知道这个新的工作舱它的反应会是如何呢？好了，新闻最后带你来了解新加坡王室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新加坡确实在19世纪的时候曾经存在王室跟苏丹，但如今呢，这些已经被多数人遗忘的王族后裔，他们是已经过着平凡人的生活，并没有坐拥庞大的财富或是社会资源，而是呢跟我们一样必须要打工赚钱。而他们唯一跟普通人的区别呢，就是他们的名字里多了一个王室头衔，也就是东姑腾姑。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新加坡苏丹呢一共
共是有79个后裔，其中现年43岁的东姑法伊扎，他曾经担任清洁工人，也被人取笑是垃圾王子。那现在他呢就是一名私人轿车司机。至于现年67岁的东姑英德拉，他儿时住过王宫哦，但现在呢也是过着平凡人的生活。那他就认为呢，是否身为王室后裔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在新加坡的精英制度当中挣钱谋生，而不是坐享其成，继承一种祖辈所赋予你的优越地位。好啦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是 Cindy 新蕊，明天同一时间守住九八八聚焦东盟。